我们早上太晚去了，没有吃到早餐。哦，对，你们两个没看到你们两个。我们进去然后就被收光光。嗯。所以我们来这边吃早餐。吃，真的吃，肚子饿就吃，吃很好。我的小丑那个汉堡给了他，对啊，那个是午餐。我也吃不下啊，你早上吃很饱啊。哦，没关系，我都吃。那边有一些生的东西可以现吃。他刚刚有人说，如果要买那个可以杀价的，我带你过去啊，就在等等。那我们台湾等一下就。完了。小一开始心动了。刚刚我们台湾人就会开始要吃。那好做。Thank you.
可以直接加空布，因为空布就是天然的味精，因为味精其实是空布里面的。如果有破碎机油，家里有那种意大利锅，你就把它搅匀，然后就有。而且你还吃得到三十线，三十线。因为现金还是不会让现金，而且我们会觉得贴一个国旗更好。对，如果有好像怎么不贴一下？你们要去哪里干一下？贴那个台日友好。如果你用不到啦，你机场还可以刷卡，但是他这个哎。应该说不是说我妈妈很心动。我完全买了。我送给那个杨明。后面那个。我送给徐明。好。好。嗨。哎，那个东东呢？东东呢？机场，放在我行李箱。会啊，会啊，那个小小的。困不？应该买这个。好了，我们就随便逛逛，看你们要吃什么。很棒的。雅婷，我们去钓小馆。钓小卷吗？对。好，我们去钓小卷。对对，你等钓，我也觉得钓。钓了，我要吃。要走出去。因为我要吃早餐。小姐钓起来吃就当早餐了，可以海鲜早餐，好，直接这样咬吗？直接生吃吗？抓起来就这样直接咬，用手抓起来。那个济州岛就是小张小那个叫什么八爪鱼了，小章鱼啦，小章鱼就直接吃啊。Taco， 真的不能帮忙烤一下吗？那个 taco 吃下去，在喉咙还会动。对，它会抓，就吸着你的。有吸盘呢，吸盘呢，那还是算了。在这边跟一个不熟的走，这样子，等一下我们。对啊，我们也啊这边啊，对，他是几楼啊？这里。干杯！好，讲干杯。厉害！像台湾都有味道，日本都没有味道。好，再看一下调好了。要等两个小时，那就是来不及的意思啦。直接到机场。那这边，我去看人家调调。他走去哪里？我看着钓鱼。那你把他专注力太低，他就是不愿意太多。讲什么？他已经哎，他不要。就这个而已。我就想要钓。他们那么多人。
五点就客人，太没效率。两个人不一定是五个人，但是客人不能变的，客人是人，是不能控制因素。然后他可能还要让你坐在那里吃完，他只有这时间拉扯而已，不能让你带走。那我看外面也有，牛仔店我们是请十张点的，不用等。哎，外面的小吃的掉外面的比较容易掉，生意比较好。他这边是原主吧。来不及吊小管了，因为要等两个小时。这个是失落的人们，非常失落。好，好，上班开始掉是不是？那我录一下。一千块哎。那我来录一下。哦，一个人掉了。一个人掉。他的锅掉，他不是掉，他是抓，这是强盗，这是一小偷。他没有，他的钩子是钩人家尾巴，人家这么好掉，好好的，他屁股跟他勾一下勾。全部人都在拍，没掉到就完蛋了。他看年龄，他这么想就知道，老了就来不及了。他觉得意犹未尽。哦，拿风跟拿风，说这个都是做壁纸的。这看起来不像吊小管，这看起来比较像勾小管。多看小朋友，你看看。都是勾尾巴了，都是尾巴，不是尾巴。很贵，是自己的，自己来给你勾的。很贵哦，我不懂。我觉得它放下去，它就会。哦，机会太短位呢。啊！放生。又有了。生气了。不是给他吃的。拍水钓完，拍摄者不救。所以不想被偷到。对。对了。有可能他们在看日本的那个 Google Map， 买一只当晚餐。Thank you.
不要讲。